20岁芊芊，现在呢，我正在岩手县的花卷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就是我2017年曾经参加这里的玩 cosoba 大赛，然后我自己觉得那个算是我的起点，所以就一直希望可以再回来看看。Action！ 孩子们！然后呢，今天就要来吃吃看丸扣搜把正统的丸子荞麦面是怎么样子的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，Go！ 呵呵呵呵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在店里面了。我现在有一点期待，因为我之前其实吃丸子荞麦面的时候都是比赛，就是要速吃，然后现在终于可以很悠闲的慢慢吃它了。然后呢，丸子荞麦面它其实一碗就是一口，15碗的话就是大概我们外面就是一份量的分量。然后呢，因为它怕你腻，所以它其实准备了非常多的小菜在这边。小菜，有一天走在路上，它就被端走了。OK， 对不起。然后他们的小菜其实就是一些腌制的小菜。我看到有一个我很害怕的东西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好像是梅子的鱿鱼。然后它呢会有一个人在旁边帮你倒面，这个碗是要给你倒那个汤汁的，因为它在倒面的时候会有很多汤汁，然后你的那个荞麦面的汁就越来越多，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往这边倒。会哦，它这个打开里面还有这个，哎，也有小菜，这个也是可以配的，然后放旁边。哎，还有这个挑战中。挑战中，嗨，那我要讲，いただき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嗯，有没有觉得有点压力？像这样一直到过程中里面就有那个汤汁，你就可以往前面这样子把它倒掉。ありがとう。是不是觉得很有趣？有没有觉得有那种压迫感？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体验蛮有趣的，就是会有一个人一直在你旁边帮你倒面。我觉得他的手一定很酸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现在的这一只手也有一点酸。吃一点小菜，因为这个其实会有一点点吃腻，所以要配一点小菜。
加一点，我觉得很可怕的。嗯，这个鱿鱼真的很香。这里摆满了，所以要摆到另外一边。就是在等这个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刚刚一直很想要吃冰淇淋，结果就真的有冰淇淋了。アイスクリーム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哦，好吃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哦呦 ，strawberry。当你吃了很多荞麦面之后，中间再有一个甜的，你就觉得真的是天堂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啊，吃饱了，吃完了。今天总共吃了462碗，我只能说，其实好吃的东西吃到后面还是会腻的，但还好我有冰淇淋让我得到救赎。然后呢，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其实可以来那个岩手的花卷来吃一看荞麦面。每年其实都会举办丸子荞麦面大赛，然后我参加的话是2017年的那一次。那今年的话是2月11号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一看。我还记得我当时比赛的时候，就5分钟限时的比赛，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吃到一半的时候，已经觉得非常厌世了，因为那个时间其实很急，然后我又不是很擅长吃很快的人。结果吃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听到有一个台湾人，他就在下面喊说：“千叔加油！”我想说，嗯，我居然在异乡，然后就听到有人跟我喊加油。那时候我就听到那个之后，又开始继续努力吃了。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啊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其实可以来现场看看，因为真的
真的很妙，尤其是你在现场看，然后他们还会有那个穿着丝衣服的人在上面，就是有点像表演的那种感觉，就是真的很特别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就先这样子，拜拜。他这个啊，从1982开始 ，1982 1982年开始就有了，超多本哇！400万，初めて。然后我这边签台湾千千进食中462万，目前是这间店的记录。然后我上一次来比赛的时候 ，Hiroyuki 桑非常的照顾我，就是那时候2017年的时候，我还是个素人来比的时候，他们人就非常的好，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想说，有机会一定要再来一次。阿里嘎多够在吗？こちらこそ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下句我会こちらこそ。こちらこそ。日本語ない。日本。はい。没关系，微笑就是最好的表示。嘿嘿嘿嘿，我对不起大家。现在在花卷，其实正在下雪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雪，因为就很细的正在飘。很想要唱雪花飘，轻轻飘，时间再大我也知道。好冷啊！然后我们现在正要去坐那个火车，要去盛冈。看得到在飘雪吗？飘雪。这边就是魔女菅原的面包店，然后呢，我刚刚其实也买了蛮多面包，因为一进去那个手工面包的那个香味不得了了。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就是盛冈魔女菅原的店逛逛，因为我刚刚一坐上计程车的时候，我就说我要去魔女的店，他就哦，立刻就知道了。呵，いつも応援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个是菅原小姐，然后她的店是在盛冈，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她面包店逛逛哦，而且里面的面包很好吃。有什么想跟台湾的观众说吗？啊，